马来西亚金门会馆侨胞心系金门原乡，知道金门的快筛试剂短缺，五月和金大联系之后买了2000剂的快筛试剂分送金大还有台湾金门同乡会。日前金大收到这一批1000剂的快筛试剂，对大马的乡侨心系原乡的心表达感谢。这一盒是几剂？一盒里面有25剂装这样子。所以总共是几盒？总共40盒。40。这些快筛试剂是马来西亚巴生雪兰莪金门会馆他们赠送过来的那主要是那边金门会馆的乡亲，其实他们常常都在关注我们台湾金门的新闻那平常他也跟金门这边有很密切的联系，大家都好像兄弟姐妹一样所以当他们知道说台湾这边疫情急剧上升，然后急需要快筛剂那在五月中旬的时候，政府就开放可以从国外这个寄快筛剂进来所以他们就很积极就赶快在马来西亚那边就准备了2000剂的快筛剂那其中他1000剂就要送给金门大学。金大学务长表示，在寄送给金大这一批快筛试剂的时候是一波三折，但过程中感受到金门人的热情，包括快递公司无法直送金门，是由乡亲再送到台北港转运金门，受到大山航运还有地区田老爷自助餐老板的无私运送。马来西亚那边的快递公司临时又跟他说快筛机没有办法寄到金门，只能到台湾这样子所以就比较晚到，我们那时候就请台湾金门同乡会那边先帮我们代收那代收好了以后，那边再请台湾的这个金门乡亲再送到码头去这样子那其实也蛮有趣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金门人真的都非常的团结互相帮忙那乡亲帮我们送到台北港以后，台北港那边的那个大山航运他知道说这批是马来西亚的乡亲要送给金门大学，他觉得很感动他就说不用运费了，免费帮我们运送这样子那送到金门以后，本来我们要去拿结果金门这边那个田老爷自助餐店的老板说不用金门大学不需要，我们直接去帮你载过来那他也义务的很快的帮我们送过来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就接收到了这一批这个两可以鼻咽那个鼻咽跟唾液两用的快筛剂。在收到这一批1000剂的快筛试剂，金门大学对大马的侨胞情系故乡雪中送炭的善行义举表达由衷感谢。